那时候我跟老妈两个人种了差不多有10多棵那个西瓜苗，今天我来找了半天就找了2个，就结了2个果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一个，那些全部都没找到，估计都没有了，死掉了。这里一棵，这么大的，哎，这里有一棵。 刚刚找了一下，就找到了3根，刚好这棵被我把那个藤子给它切掐断了，可惜了，这一个西瓜，本来要长大的，一下没注意就把它扯断了。这个藤子看，这个西瓜有这么大了，不知道有没有红的，看一下，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什么？说啥？ 我也去找，没看到个藤子，我一抓那个把爪拿很大，它掉了，那块石头嘛，找到半天捡了3股，这3股，这得3股，你看我看到那个梅花鱼是都是拿那个藤子打出来的，被那个瓜拼出来可以，你看到这些，那个买西瓜的时候嘛，那个等那个条纹，一条一条的是直角，我那种西瓜是最好，那它等不住就是了，那个没熟，那么起哟，花就年年吃得不，那我怕没起不了，那么花给死了嘛，今年做个10年，就明年多种点，多种点，要得行，枝子儿没打过来，那个花我花，我们花，来花，石头，到时候我去了，到到到到到花。 我去了，我去了。那个没熟，那么起哟，看是熟悉的哟。香椿的哈。也有小枝的，看啦。我们这个瓜是白的。哎呦，那花就是甜甜的，肯定甜的。真的。我们那个瓜是那种颜色，这里是要好生哈。看这个老气儿，来吧，你上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看到甜的。老汉儿你上去甜嘛。放点水哦，来。你那是啥子啊？金坛。 你看到，这个有点甜味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不好吃啊！给奶奶吃，我就给我吃着，给小张蛋儿。不，那个奶奶，我就给奶奶，他觉得土啊，不好吃啊。来，没得熟，没得劲。没熟好。来，你试看看是不是？嗯，还急，还有劲。一点点甜味道。嗯，先过个10天都吃得。 我把你，嗯，西瓜软是谁？它是这种颜色，看到枝子都黑了嘛。嗯，嗯，还好吃，帮你把它摆一下。那个西瓜它枝子长得这么大，我没得摘，可能。大西，大西，你好意思说大西？不是那个，往天我走到那个没事时好玩的。老壳的，本我那是。本来都是嘛，你草草那些不扯。 他那个属于今年那个今年气候天那个雨势多大？那个枝，看那个枝子弄到红起足中了都不？恐怕是黑的，要得。那不和那个种？啊，那不和我们那个地势它有点儿矮，怕把它夯到了。哎哎，你都推卸责任了，夯到了。那是今年呐，西瓜都明年咋子？昨天地势稍微高点儿的，重新做那个。 我说咋是土豆噻？他们些做那个西瓜是做大棚的，做大棚子的。我们弄还有叫那撒了海椒养那个棚子头，那个西瓜结大的。嗯，可以。明年子的，今年有今年了，明年子多多点阴凉的，不能就卖嘛，卖西瓜嘛。哎，今年晓得。爷爷带点儿，爷爷带点儿，你在带的嘛？耶，好多皮皮都带的呀。他晓得土啊耶。